这是我的好朋友出口弟子，我认识他了30多年，这个好不容易有一次展览在这里，非常高兴。那个我们今天想要在这个地方让玉子有个机会做一场对他的作品做一个介绍啊。那我今天只担任翻译。那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提出来啊。那个so from where is I'm on them to face on to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 to my exhibition.